这嘛伫咧基隆开56亿起的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，伫咧1月26号伫咧基隆已经正式开幕啊。结合无最近恢复的代替深澳铁路，春节假期伫咧遐嘛变作北部正热门的景点。在音乐声中，一只一只的梯自天顶降落，就敢若进入了神秘的海底世界。在拄开幕的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，也会当甲鱼做连线。跟不上啊！好，会吃。也会当体验拖海人提着鱼前马射鱼的情形。荧幕感应之后，那个用鱼叉去把那个鳍抓，抓那个标那个鳍鱼。刚刚有抓到吗？抓到一只而已。除了活动游戏以外，水产厅也有海洋捕猎和养殖渔业的知识，听见人类猎鱼所造成的海洋污染。那鱼是不是都被渔网用住了？对，然后这个渔网是渔夫看到渔网破掉之后，他把渔网丢在下面。除了水产厅，台边也有环境厅、准备厅，介绍跟咱相关的海洋知识。这座博物馆是开了56亿，改装北部火力发电厂而成。博物馆内面四围拢会当看到火力发电厂的位置，也有囡仔上喜欢的儿童游戏厅。对小丑鱼情本所，甲各种的鱼比赛，想走得较紧，也会当做海产店的总破赛。在咧试营运的期间，若拄到假日，儿童厅就排甲落落长。佮加上一月初拄只复赛代替深澳之线，自随风出发就能直接到海科馆站，也串联出北部一日游的新景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